一二一，你要来这个溜滑梯。爸爸，我上班时间。啊，不行，要穿着，因为现在外面很冷，你先穿起来。不行，太冷了。穿起来。哦，太冷了，这样我要回家了。啊，你要玩吗？要。人家全部都回去了啦。啊！我抓到你了。嗯，很湿哦。很湿吗？那你可以荡秋千啊。这里面有很湿吗？爸爸，你进去一下，你昨天可以进去啦。啊？进去一下看看。去哪里？这里才看得到。进去啊。噔噔噔，太湿了吧？对呀，昨天有下雨啊。都是水耶。对。好吧，那不要玩这一个。那另外那一个呢？又跑来了。又跑来了。这边有水吗？哎，那个是一条鱼耶。对呀。啊。那个怎么是鱼？哇！吓到！怎么会在上面？我也要在上面。嗯。噔噔噔噔。